杜小乔，号称游戏界晓王，听讲佢中环游戏界廿几年，爷爷教落，每个成功嘅男人背后一定要有个更加成功嘅女人。小乔，我要你做我嘅女人。出到去先讲啦，你跟我行，个地图好大，好易荡失路噶。但放心，我已经记晒入脑，转个弯就到。呢边上去，碌过去，嗰边。爬翻嚟，又话转个弯道，转咗个长沙环都未到喎，大佬。我哋系佛系玩家，唔攀山，唔涉水，缘分一到，自然会到目的地。啊，缘分到啦，前面暂时系最安全嘅地方。Sorry， 大佬，俾次机会，俾次机会。又话你中环游戏界廿几年嘅？系啊，我三岁就开始玩俄罗斯方块噶啦，吓咁点算啊？唔使惊，我哋嚟教你。游戏晓王杜小乔，光明使者骆一鸣，越野神枪手邓月平，仲有我哋以肯德基爷爷之名立誓，四个破天荒组队，游戏界将会掀起一场腥风血雨。